大家好，伊今日来找我，是希望我回去做胖，甲准生重新开始。伊讲我若无答应伊，我就看伊另外十几件。妮妮，你敢动的？卖我过来，出去啦！妮妮，你给我看一下好不好？你凭啥物要看我？妮妮，我是你妈妈。我敢有听唔到？妈妈，我一出世，我妈妈就把我放散，根本就无妈妈。你嘛袂讲啊？你妈唔是条狗要放散你？你细汉的时阵，你若讲破病。你阿妈无法度照顾伊，所以好啊。我问你，伫我细汉的时阵，大家拢笑我无妈的时阵，迄当阵你伫倒位？伫我读书母姐会的时阵，你搁伫倒位啊？伫我破病强要死的时阵。你阁是伫倒位啊？妮妮，是的啦。既然你选择你阿妈，无顾着，我细汉的时阵嘛是需要妈妈。那安尼，凭啥物？你阁敢爱另外一个查某囝？妮妮，好啊，你莫叫我，我真玲玲。你细汉时阵就骂妈妈，伊已经死了啦！妮妮，你出去啦！不用啊，啊你想哪啦？你平时就歹看呢。阿姐仔，我的人生真正就失败，
细汉时阵，唔管我安怎打拼，也得袂到妈妈的肯定。连今麦我亲生妈妈嘛无爱认我，啊，搁我的查某囝也袂谅解我。你讲，我的人生是毋是失败？你莫乱想啦，不用啊，咱先来转啦。有心话哦，咱等伊阿讲啦，吼。行。